你好啊，费舍先生。你好，所以你都知道了。我想向你求婚，有错吗？虽然你认为那是应该普通的一天，但我仍然觉得它应该与众不同。所以你要继续演下去吗？其实我想过你会拒绝我。 听了昨天晚上你的那些话，我已经有理不详地预感，曾经去新加坡那是我走出的最后悔的一步，那是我事业的低谷，那时的我不是最好的自己，所以我犹豫了，我退却了，为此我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我也终于明白了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也不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。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，最好的你吗？ 你想明白了，我就应该接受，是吗？薛雨明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好像一次求婚就能解决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永远小心翼翼，永远以你为中心。你不想公开我等你，你不想结婚我等你，你想去新加坡我还要继续等你。我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自卑、等待，还有失望的阴影，我想重新开始生活，然后你突然回来了。 然后自编自导的这一出，你自以为好像很浪漫的戏，然后我就要感动痛哭流涕，乖乖加入你的游戏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的存在给了你那么大的压力，甚至还有阴影。我回国做这一切，我只是想挽回你对我的信任，挽回我们的感情。 我甚至可以从零开始，重新追求你。你说的对，我太自私了。如果在你眼里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演戏的话，那么这些道具没有任何意义。别浪费，让朋友们分了吧。还有一样最重要的道具，这个是不能分给任何人的，它只属于你。 如果你不喜欢，或者你觉得他不配你，那就扔了吧。我想娶你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变过，从来没有，以后也不会。